欢迎来到小九聊剧，今天小九带来陆家的童养媳第40至49集。他眼角的泪刺痛了他的心，他慌了，解释如愿以偿，拜访恩师。睡梦之中的今夏只觉得自己进入了梦境，异常的疼痛使得他根本没有精力去分辨四周的一切。今夏蜷缩在床上，以此缓解胃部的灼烧。忽然他觉得一股清凉的泉水注入体内，慢慢地消散了胃部的火热。疲惫不堪的他迷迷糊糊中睡了过去，隐约间他感觉到一条温热的毛巾在自己的额头上蹭来蹭去。他好想说别碰我，让我睡会，可他根本张不开嘴，发不出声音来，只能任由那条让人恼怒的毛巾在自己的额头、脸上、手背等处飘荡。隐约间他听见一个女子的声音响起，他若睡着不必叫醒他吃饭，没关系的，睡觉能养心血。知道了，谢谢。熟悉的男声让今夏心头一颤，他怎么会在这里？为何会在自己的房间？那个女子又是谁？好奇的今夏却始终没有精力掀开眼皮，数日的通宵达旦早已透支了他的身体，使得他被迫地陷入睡眠之中。耳畔内时常会传来人语声，夏夏怎么还没醒来？要不要让医生来检查下？妈，您小点声，让他好好休息。对不起啊，我不是故意的，只是这睡眠时间也有些太久了。真的不会出问题吗？不会，他就是太累了。都怪你，天天让他加班，他就是一个小姑娘，你怎么忍心让他这么辛苦？妈，我是真的不知道他最近这么拼命。你是他老板，又是他未婚夫，他每天都在忙什么，你怎么能一点都不关心呢？我真的是不知道说你什么好。陆妈妈絮絮叨叨的声音在今夏的耳侧响起，她想着起身安慰她，自己无碍，可奈何眼睛是那么的沉，根本睁不开。后来好像有人拉走了陆妈妈，病房内方才再次恢复了安静，温热的毛巾再一次在脸颊处飘荡。只听见男人委委屈屈地说着，你真的是一点都不在乎自己的身体呀，到底多久没有睡过觉了，才会睡这么久？哎，是因为不想和我订婚吗？所以才这般作践自己，企图用这种方式取消订婚？不是的，我只是想要快点完成三维立体项目，想要再一次见到亲人而已。今夏想要解释，奈何根本出不了声，只能任由男人自言自语。你放心吧，我已经同妈说了，将订婚的日子延后，先调养好你的身体。睡梦中的人只觉得松了一口气，再度沉沉睡去。陆家的童养媳041，你老公真好。今夏是被刺眼的阳光给照醒的，暖暖的阳光洒在身上，如同被人抱在怀中一般，让人充满了安全感。她从未如此舒服过，感觉自己浑身都充满了力量，慵懒地睁开了眼睛，往四周望去，只见陆毅正坐在他床旁的小凳子上，眼睛盯着床边的电脑，手正噼里啪啦地敲打着键盘。他的眉峰微微蹙起，应该是在讨论不愉快的话题吧。他没有打扰他，而是将目光转移到了窗边，望着窗外的蓝天白云，心底说不出来的惬意来。你醒了？陆毅的声音打断了他的沉思。他合上了电脑，问道，饿吗？我喂你喝些粥。不饿。今夏脱口而出的话被他咕咕叫起来的肚子打了脸。陆毅无奈地叹了一口气，轻声埋怨了句，你何时能学会真诚地表达自己的需求呢？饿了就说，陆家又不是差这一口吃的，我只是怕给你添麻烦。今夏心虚地解释着，怕给我添麻烦，那就好好保护自己，把自己累成这副模样，我可不给你算工伤。知道了。今夏弱弱地说着。你知道个屁。陆毅破天荒地爆了粗口，使得今夏浑身一颤，说不出的不自在来。陆毅自知语气有些重，不再说他，而是耐心地放好小桌子，将陆妈妈送过来的粥摆好，将勺子递给今夏，嘱咐道，慢点吃，少吃点，免得胃疼。嗯。今夏不好意思地接过勺子，默默地吃了起来。良久，方才问了句，你吃了吗？我吃过了，你吃吧。陆毅随口一扯了慌，
他或许自己都没有发现。他有时是有些双标的，今夏扯谎，那就是口是心非，不真实的做自己，而他扯谎，那就是免得多费口舌，免得他人担忧。世人皆双标，陆毅也不例外。房间内瞬间安静下来，落针有声，小护士的到来打破了这寂静。他看着今夏苏醒过来，开心地说着，你终于醒了，你昏睡这两天可把你老公急坏了。这两天他又是给你擦拭身子，又是照看你，你都没有醒来，睡得可真是沉呀，以后可不能这样玩命工作了，身子最要紧。小护士絮絮叨叨的话如同一把火一般，烤得今夏面色绯红，不敢抬头看陆毅。所以他睡梦中那飘荡的毛巾并非做梦，而是他在帮自己擦拭吗？思及此处，脸颊处越发滚烫起来。小护士仿佛没有看到今夏的娇羞，一边帮他吊点滴，一边继续说着，你老公挺帅的，你们还真是男才女貌。今夏听着小护士的吹捧，恨不得将头埋进地底下，不敢抬头去看陆毅。直到小护士帮他扎完针，他才敢问陆毅一句，哥哥，我什么时候可以出院？出院？你还想着出院？等你把身体调养好了吧。今夏失望地耷拉着脑袋，心虚地替自己辩解，我身体无碍的，下次一定会注意的。你为何会这样拼命？为何会这般着急赚钱？是想要脱离陆家的掌控吗？陆毅沉声问道。今夏身子一颤，良久小声地回了句，我从未这样想过，不知哥哥为何总是这般想我。从未想过吗？若我没有记错，你可是一心想要逃离陆家的。其实是我想不明白，爸爸妈妈对你不好吗？为何会让你压力这样大？哎哎，今夏叹了一口气，不知该如何与陆毅解释日记上的文字。那一字字确实是他写出来的，千真万确，然而他却也不是这样想的。可说出来他也不会信吧，毕竟他已经认定日记中的他才是真实的他。今夏欲哭无泪地摆弄着手指头，不理会陆毅的质问。见他一直注视着自己，只能装无辜，我头有点疼。陆毅无奈，放弃挣扎，那你躺下好好休息。今夏立刻乖乖地躺下，背对着陆毅，假寐。陆毅望着床上的小人，一时间不知该拿他怎么办。陆家的童养媳042阻止他工作，今夏在医院休息了三天，陆毅便陪了三天。最初的今夏有些抵触，可偏偏陆妈妈一遍又一遍地嘱咐陆毅一定要照顾好他，他无奈只能妥协，安心地享受着陆毅的照顾，看着陆毅动不动便说教他。今夏心生不满，却又不好直接与他大吵大闹，不悦的他悄无声息地开始支持起陆毅来，先是说想要喝现磨咖啡，陆毅以病人不能喝为由拒绝了他，随后他又想喝鸽子汤，偏偏陆妈妈带了那么多汤，就是缺鸽子汤，陆毅不好与病人争辩，只能去给他买。看着陆毅被戏耍，今夏被困在医院的心情方才好转了许多，他趁机打开了自己的笔记本，继续着自己的工作。三天了，进度被延迟了三天，还有五天，只要他找到妈妈的照片，便可以幻化出妈妈的样子陪伴自己聊天了。他不知道该怎么和陆毅解释，他很感激陆家的资助，很爱陆爸爸陆妈妈，可他还是会想念自己的爸爸妈妈。在他看来，这二者是不冲突的，可不知道为何，陆毅偏偏认为他这种行为便是白眼狼的行径。他索性便不和他解释了，偷偷地进行着自己的计划。他之所以执着于三维立体项目的进行，不是为了离开陆家，而是想要妈妈来到他的面前，想要通过软件技术模拟妈妈的声音，妈妈的形态，想要再见他一面而已。越想越激动的今夏快速地敲打着键盘，设计着程序，一遍又一遍地试验着，可就在画面刚要浮现的那一刻，他的电脑被无情地合上了。今夏愤怒地抬眸看着眼前的男人，声音略有些高地质问着，你干嘛？为什么要关我的电脑？你不要命了吗？工作就那么重要吗？我又不是什么大毛病，不过是一个胃病而已，上学期间便经常这样，
死不了人的。陆毅一听，脸瞬间黑了下来，嗔怒道：袁今夏，我不管你之前什么样子，现在你在我的管辖范围内，必须听我的。今夏愤愤不平地瞪着陆毅，不服气地说着：医生已经说我没事了，我要出院。出院谁能管得了你？你就在这住着吧。在这里住着，我早晚要抑郁，求你了，让我出院吧。等你养好身体的，胃再也不痛的。我已经不痛了，现在医生都不给打针了，证明我已经好了，为什么不能出院？你的意思是你还想继续打针？陆毅的连番反问，弄得金夏彻底地无语了，场面一度有些尴尬。金夏摆弄着手指头，忽然挪步到陆毅的跟前，拽着他的衬衫柔声道：哥哥，求你了，让我出院吧，再待下去我真的会抑郁的，你就会这个法子。陆毅无奈地叹了一口气，说道：你要保证合理地安排工作时间，不许熬夜。保证。金夏竖着手指头发着誓，陆毅宠溺般地白了他一眼，转身去给他办理出院手续。金夏这才松了一口气，他貌似找到了制服陆毅的法子，那就是不要和他硬碰硬，装柔弱是最有力的武器。陆家的童养媳043监督他下班，结束了医院三日游，今夏又重新的返回了职场，同事们纷纷前来看望，不禁对他竖起了大拇指，调侃着：夏夏，就算是自家的产业，也不能这样玩命工作呀。今夏一脸笑意的回着：对不起了，让大家担心了，大家可千万不要学我，身体健康最重要。王哥拍了拍今夏的肩膀，说道：陆总可是给我下达了命令，让我监督你，确保你的安全。金夏无奈地说着：哪里有那样严重，我没事的，放心吧，不会再让自己受伤的。那就好，大家都工作去吧。众人纷纷散去，金夏安静地坐在位置上继续敲写着代码，可让他失望的是，他设计的新程序并未能达到他想要的效果。执着的他一遍又一遍计算着，一遍又一遍重新输入，一遍又一遍试验着，可效果始终和他料想中不一样。一时间他判别不出来问题出现在了哪里，他宛如一个走进死胡同的人一般，在没有出路的胡同横冲直撞，却始终找不到出来的路。不知不觉又到了下班的时间，可他却浑然不觉。然而这次却不能如他所愿，小赵拍打着他的肩膀，叫醒了沉浸在工作中的人，笑嘻嘻地说着：夏夏，陆总来接你下班了。金夏漫不经心地抬头望向了门口，见陆毅正已在门边等他。众人打趣地笑着调侃着，金夏的小脸微微发烫，火速地装好电脑，逃也似的下了班。两人一前一后来到了大门口，司机早已在此等候。陆毅贴心地替金夏打开了车门，两人自如地坐在了后排。陆毅望着沉默不语的金夏，问道：今日怎么样？胃还疼吗？金夏摇了摇头，回道：不疼了，明日不需要给我送饭了，我和同事们吃就行。你还是再吃几日家里的饭菜吧，胃靠养，一日两日根本无法痊愈。好吧。金夏趴在车门上，透过车窗望着窗外，车咕疾驰，也不知道大家都在忙碌着什么，为何是烦恼着，但是他有时却又貌似很羡慕他们。他们起码有目标，有自己的事情去做，可他呢？他好像也没有什么目标，也没有什么负担，整日浑浑噩噩，甚至都找不到生活的意义。他不得不承认，他能够这般肆意的生活，主要是源于陆爸爸陆妈妈对他的宠爱，使得他才能够如此这般不食人间烟火。陆家的童养媳044，许久未见的亲人在陆妈妈和陆毅的监管之下，今夏每天准时上下班，准时吃饭，准时睡觉，他想要多工作一会都比较难。他心心念念的项目迟迟没有进展，使得他最近的心情有些浮躁，可却又找不到发泄口。家人对他太好了，他怎么舍得对着家人发泄呢？之前的他还能通过写日记发泄自己的情绪，可现在他却不敢将自己的任何情绪给记录下来，生怕被人抓住把柄。他想不明白，他对家人有礼貌客套，
这不是爱家人的一种表现吗？为什么陆毅会觉得他这样是虚伪呢？难不成他希望看见他对着家人破马张飞的吗？哎，这个男人还真是奇怪。想到陆毅，金夏气便不打一处来。自从他回到家中，貌似事情便多了起来。果然，男人要是是起来，没有女人什么事。金夏事业上遇见瓶颈，他迫切地想要解决这一难题，而能够帮助他的就是他的导师。可他的导师已经退休回到了老家，过上了田园生活。他想要去见他，顺道去见一见他那个好多年未见过的大姨。他还有事情求他，只是陆妈妈会同意他去苏州吗？金夏最近几日的情绪有些不佳，吃饭没有胃口，做事积极性也不高，陆妈妈自是观察出他的变化，语重心长地找他来聊天。金夏将头靠在陆妈妈的肩上，撒娇般地说出了自己的恳求。陆妈妈虽担心他独自一人去苏州，可又一想，他已经长大了，该有自己的生活了。他没有阻拦他，而是放他独自去飞。金夏很是感激陆妈妈，拉着他的手，与他聊了许久，聊他小时候的事情，聊陆毅小时候的事情，甚至还聊到了自己的亲生母亲。袁妈妈的自杀，不仅仅是金夏心中的痛，亦是陆妈妈心中无言的伤。十多年的莫逆之交，在最好的年华殒命，谁能够接受得了呢？得到了陆妈妈的允许，金夏丝毫没有停留，直接订好了飞苏州的飞机，以最快的速度赶往了目的地。他没有直接去见他的导师，而是先拜访了多年未见的大姨。大姨看见金夏，只觉得有些眼熟，却一时间记不起是谁来。还是金夏率先开口：“大姨，我是夏夏。”大姨愣在了原地，上下打量着金夏，不敢相信地问着：“你是袁金夏？”“是我，大姨。”大姨面色瞬间沉了下来，不悦地说着：“你来这里做什么？”“大姨，我是来看望您的。”金夏手拎着高档的礼品，客套地说着：“看我，我可不敢当。你若没有什么事情，便请回吧，我攀不起你这个高枝。”大姨掐着腰，言语间越发不客气，直接下了逐客令：“大姨，我们能聊一聊吗？有什么好聊的？当年你宁可和一个陌生人走，也不肯跟我回家，现在又来找我做什么？我当年早已吓傻了，根本无法正常思考，可您毕竟是我的亲人。亲人，你何曾将我当成亲人看待？你走吧，我家并不欢迎你。”看着对自己态度冷冷的大姨，金夏心底略有些不是滋味，握紧了双拳，再一次发出了恳求：“就不能看在我妈妈的面子上，原谅我那一次吗？”大姨看着与妹妹极其相似的脸颊，心中五味杂陈。当年姐姐过世，她好心地去接她回家，可没想到她没有选择自己，而是选择了陆家。她心中有气，妹妹生前买的那些包包首饰就那样被她带入了陆家，没有留给她分毫。这个外甥女倒是像极了袁家人，薄凉没有人情味。陆家的童养媳林四五拒绝金夏手持贵重的礼品，站在大姨家的门口等待着大姨的判决。还好大姨父走了出来，轻轻碰了碰大姨的胳膊，不知在她耳边说了些什么。大姨方才吐口说道：“进来吧。”金夏紧张地来到了大姨家中，望着陈旧的家具，她心中亦是觉得不好受。她知道大姨怨恨她的原因，在袁家发达之时，大姨多次想要不劳而获，被父亲拒绝。父母出事后，大姨看中了母亲的首饰，想要以照顾她之名从中获得，却又被她给拒绝了。在大姨眼中，袁家之人都是薄凉之人，所以不待见她也实属正常。可她今日前来，真的是有要事相求，只能厚着脸皮来到这里。她想要通过三维立体软件与妈妈沟通，那么便需要一张妈妈的照片。而当年一切发生的太过于匆忙，小小的她居然忘记带走了妈妈的照片。陆妈妈手中关于妈妈的照片还是在学生时代，她想要一张妈妈的近照，这样才会更真实些。虽说大姨不喜欢袁家的人，但是妈妈对她照拂颇多，她手中应该有妈妈的照片吧。想到这里，金夏越发局促不安，
他不知道该如何开口，毕竟多年不联系，虽说是亲人，可却与陌生人无异。大姨父看出今夏是有事相求，率先打破了沉寂，问道：夏夏，你今日来这里是有什么事情吗？今夏扣着自己的手指，抬眸望向大姨，可怜兮兮地问着：大姨，您那里有我妈妈的照片吗？能给我一张吗？大姨一听更加生气了，凶道：我只知道你薄凉，却没想到你这般薄凉，你竟然连你妈妈的照片都没有保存一张。大姨父碰了碰大姨的胳膊，沉声道：陈年往事，还提他做什么？孩子要，你就去给孩子找一找，看看有没有，有的话就给孩子一张。大姨虽不愿，可却也听话地进屋去寻。大姨父笑嘻嘻地看着今夏，将水果推到他面前，亲切地说着：夏夏，吃葡萄。今夏连忙摆手：谢谢大姨父，我不饿。大姨父瞥了一眼今夏，继续道：我听闻陆家人对你很好，又是供你上名牌大学，又是给你找了一份不错的工作。今夏尴尬地点头应道：是的，陆爸爸陆妈妈人很好。那就好，那我和你大姨也就放心了。夏夏，快喝点水，别紧张，就当是回自己家了，你别和你大姨一般见识，她就是心底有气，气你信任外人而不信任她。但是大姨父明白，你那时也是懵的，根本无法做出正确的选择。况且若是我，我也选择陆家，陆家的条件那么好，随便拿出一点资金就会让你过上富裕的生活。大姨父的话越说越不中听，今夏心中虽不喜欢听，可却也没有打断，礼貌地听着，只是不附和而已。谁料大姨父话锋一转，说道：夏夏，大姨父有件事情想要请你帮忙，你看看陆家产业那么大，能不能给你表姐安排一个工作？她毕业一年多了，一直都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表姐学什么专业的？我可以帮忙问问。我就说嘛，夏夏你还是惦记家里人的，你表姐学表演的，你看看陆家有没有兴趣投资拍戏，让你表姐演一个女主角什么的，等你表姐火了，定不会忘记你的。大姨父狮子大开口，提出了让人啼笑皆非的想法。今夏强忍着怼人的冲动，淡淡的回道：抱歉了大姨父，陆家并不涉足影视圈，这个忙恐怕帮不上了，他们有钱人不都是喜欢投资影视圈吗？你问问，说不定就有这个想法了呢。我听说陆家还有一个独生子，长得挺好的，你也可以介绍给你表姐看看，万一他俩成了，你和你表姐也能做一个伴，不是吗？这个忙我真的帮不了，真的很不好意思大姨父。夏夏，你是都没事，怎么就知道帮不了呢？大姨父相信你，你在陆家那么受宠，一定能说上话的。陆爸爸最厌恶走后门之风气，陆家的企业都是精心挑选的精英，没有靠关系上位的，他不会去投影视圈的，我对他还是了解的。老于，你求他做什么？大姨双手背后走了出来，见今夏不吐口，言语间充满了不满。今夏也是无奈，但凡他们提一个简单点的要求，他都不会置之不理，可这么大的事情他怎么可能应他呢？明知道大姨不喜自己，今夏还是试探性地问了句：大姨，你有我妈妈的照片吗？没找到。大姨冰冷地回道：哦，那我先告辞了，抱歉打扰了。今夏不想在这里待着，立刻逃也似的离开了。他隐约间听见了大姨和大姨父争吵，可那已经和他无关。陆家的童养媳零四六眼角的泪，今夏从大姨家出来心情低落极了，他不知道大姨是真的没有妈妈照片，还是就是不想给他，可这已经不重要了，结果都是一定的，他不可能为了一张照片而去让陆爸爸违背原则投资自己不喜欢的行业，他们对自己那么好，他怎么可能会拿着情义道德绑架他们呢？他绝对做不到。只是他再也见不到妈妈了，他的三维立体沟通项目仿佛成了一个笑话。按照他的理念，只要提供一个人的照片，便可以利用软件系统将这个人的影像浮现在人的跟前，模仿着他说话，活灵活现，如同真人一般。
看来他是时候跟爸爸妈妈告别了。想到这里，他不禁悲从中来，属于爸爸妈妈的记忆已经越来越淡薄了。他好怕，怕自己终有一日会彻底的忘记爸爸妈妈。他漫无目的的在街上走着，忽然有人喊住了他。表妹，你站住。是表姐，她依旧是那么盛气凌人。金夏停下脚步，默默回头看了他一眼，一脸笑意地说着，好久不见。表姐不屑地哼了一声，挑衅地说着，袁金夏，你以为你被陆家收养了便可以趾高气扬了吗？你不过是陆家养的一只鸟，你还真把自己当成千金小姐了。金夏笑笑，不动声色地反击，我没被陆家收养之时也是千金小姐，表姐难道忘了吗？袁金夏，我不知道你在得意什么。你恐怕不知道致使袁家破产的罪魁祸首是谁吧？我今天便告诉你，便是你那尊贵的养母养父。当时你爸爸向陆家借款遭拒，才导致袁家无转还余地。你以为陆家为何收养你，不过是内疚罢了。想想还真是可笑。认贼作父，你还真是一个大聪明。也对啊，谁害的袁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要过锦衣玉食的生活。我倒是小瞧了你。你闭嘴。表姐的喋喋不休终究是惹怒了金夏，一向为人和善的他破天荒地黑了脸。你这是恼羞成怒吗？是不是被我说中了心事？你若还想在演艺圈混下去，就给我闭嘴，否则你信不信我叫陆爸爸封杀了你。金夏如同一只被惹怒的小豹子似的怒瞪着表姐，表姐吓得打了一个寒战，不敢再惹金夏，气汹汹地转身离开。而在表姐转身的那一刻，金夏再也坚持不住，颓废地蹲在了原地，双手交叠在一起支撑着脑袋。他只觉得自己乱极了，大姨的话，表姐的话，就像两把刀一般在他的心尖上反复地划着。一向不喜欢哭的金夏在这一刻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眼泪一滴一滴地洒落下来。忽然他感觉头顶有一只温热的手掌正在抚摸着他的头发，泪眼摩挲的他抬眸望去，只见陆毅正站在他的旁边，满脸复杂地望着他。金夏无声地流着泪望着他，一时间不知说什么。陆毅亦是满脸复杂地看着他，仿佛想要透过他的眼神探知他的心思。时间仿佛静止一般，两人对视着，均一言不发。两人对视，一时间相对无声。你怎么来这里了？金夏憋回了自己的眼泪，率先开口问道。妈妈不放心你，让我过来瞧瞧。哦，金夏淡淡地应了一句，便见陆毅伸出一只手来，他自如地将手放在他手心中，借助他的力量站起身来。陆毅没有问他为什么哭，而是淡淡地说了句，我送你回酒店。谢谢哥哥。两人并排慢悠悠地走着，陆毅有意无意地放慢了脚步，等待着身侧的小妮子。他眼神有些迷茫，时而望向马路上行驶的车辆，时而望向天边的晚霞，不知在想什么。饿了吗？我们要不要先去吃些东西？没有胃口，不太想吃。金夏拒绝了陆毅的提议。那去喝杯咖啡吧，我怕会失眠。你喝果汁，我想和你聊聊。夏夏。陆毅不给金夏拒绝的机会，直截了当地说出了自己的意图。好。两人在酒店附近找了一家咖啡馆，陆毅点了杯咖啡，金夏点了杯西瓜汁，两人面对面坐着。金夏垂着头，貌似并不想说话，可陆毅却不许他沉默，说道，夏夏，你表姐的话我听到了。金夏点了点头，应了句，哦，我知道。陆毅离得那么近，表姐喊得那么大声，怎么可能听不到呢？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并不知道，但是我会调查清楚，给你一个交代。这是陆毅第一次给金夏承诺，没想到居然是这般滑稽可笑。当年你也是一个孩子，这件事情与你无关，你不需要替我查此事。我知道，我这么说你可能会反感，可我还是想要说一句，妈妈很看重你母亲和她的感情，这件事情调查清楚，不仅仅是为了给你一个交代，也是为了爸爸妈妈的清白。不要这样讲，爸爸妈妈没有对不起袁家，袁家会破产。
是因为经营不善，陆家没有理由去挪用资金拯救袁家的问题。你这样说是相信你表姐所说的话了？你信爸爸妈妈是薄凉之人？陆毅蹙眉问道。你为什么总要将我想的那么般坏呢？我只是在陈述事实，你为何要认为我觉得爸爸妈妈是薄凉之人呢？若他们薄凉，当初便不会收养我，便不会视我为己出。哥哥，我已经是大人了，我能辩驳是非，不会任由他人撩拨。当年的事情若真的和你表姐说的一样，你当真一点都不介怀吗？我说过，当年的事情是因为我父亲经营不善导致，我们袁家的人输得起。若我是陆家，我也不会拿出几亿资产去救一个岌岌可危的企业，这样不但不会拯救袁家，还会使得陆家陷入危机。我相信爸爸妈妈若是因为我爸妈生病没钱治疗，他们一定不会袖手旁观，可这两者根本不是一回事。正所谓救急不救穷，这么简单的道理我还是懂的。陆毅审视般看着金夏，仿佛想要判断他话中的真假。金夏无奈地叹了一口气，说道，我累了，我想要回去睡觉了。好，我送你。陆毅没有再问这个话题，金夏只觉得轻松了不少。不管他信与不信，反正他把话说明白了，至于他到底怎样想，那便是他的事情了。两人来到了酒店，陆毅将金夏送回了房间。金夏试探性地问道，你没订到房间吗？我没订在这个酒店。你睡吧，我也回去休息了。好，晚安，哥哥。晚安。金夏再一次被噩梦惊醒，他又一次梦见了母亲跳楼时的惨状，梦见了大姨对他破口大骂，各种难听的话不断地流入耳中，直到将他骂醒。泪水打湿了他的枕巾，最近的他掉泪的频率好像有点高呢。他这是怎么了？何时变得多愁善感起来了呢？这种状态极其不好，他厌恶这样的自己，也不想成为只知道哭哭啼啼的人。他下了床，冲了个澡，简单的梳洗打扮一番，决定约导师见上一面。他现在有很多困惑的地方，不知道该如何解决。他理想中设计是没有问题的，可不知为何却迟迟达不到想要的效果。叮咚叮咚，他刚要出门便听见敲门声，他的第一反应是陆毅，可没有想到他却看见了那个对自己口出恶言的大姨。金夏戒备地看着他，弱弱地唤了句大姨。大姨不理会金夏，径直走进了房间内，打量一圈，仿佛像是在捉奸一般，不过让他失望了，他并未看到他想要看到的人。他不客气地坐在了沙发上，从包包内拿出了一张照片放在了茶几上，冷言道，虽然你不仁，但是我不能不义。这是你妈妈最近几年最新的照片，你拿去吧。金夏激动地拿起照片，看着照片上满脸堆着笑意的女子，眼泪不禁在眼眶内打转，哽咽地说着，谢谢大姨。大姨冷冷地瞥了一眼金夏，不屑地说着，我可承受不起。照片你也得到了，以后我们还是不要往来了。说罢拎起包包气哄哄地离开了酒店。金夏手捧着照片，一遍又一遍抚摸着照片上女子的脸颊，喃喃自语，妈妈，我现在过得很好，你在那边好吗？妈妈，你一定又遇见爸爸了吧？你们一定会很幸福的。妈妈，我有些想你了呢。他抱着妈妈的照片，跌坐在沙发上，眼泪不受控制地往下流。那时的他被突如其来的变故吓得萌萌的，除了那只小老虎，他没有拿任何一样和爸爸妈妈有关的纪念品。每每回想起此事，他都觉得有些遗憾。如今终于又得到了妈妈的照片，他宝贝的不行，生怕这张照片丢失或者是坏掉。他拿出了手机，照了一张又一张，并且将它保存到不同的储存空间，只为了能留住妈妈的样子。叮咚叮咚，敲门声再度响起。金夏立刻收好了照片，擦干了眼泪，故作淡定地来开门。这一次来的才是陆毅，许是得偿所愿，心情高兴，连带着他唤陆毅那句哥哥都要比以往的甜。陆毅柔声问了句，吃饭了吗？没呢。那我们一起下楼吃吧。好。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回家吗？我约了我的导师。
下午去他家。我可以陪你一起去吗？陆毅问道。一起去？金夏浑身一颤，偷偷地望了一眼陆毅，心底有些排斥，却又不好开口拒绝。不可以吗？正好我也想要咨询些专业知识，那我问问导师。嗯嗯。见金夏松了口，陆毅的嘴角露出了耐人寻味的笑意。这个傻丫头还真的是单纯的可爱，若问导师了，导师岂会不让带吗？果然和陆毅猜测的一样，导师同意了。金夏只能带着陆毅登门拜访。两人走到楼下时，只见一辆迈巴赫停在酒店门口等待。金夏瞥了一眼陆毅，问道，你早就准备好了吗？当然，我一向秉持着不打无准备之仗的原则。对了，你的导师喜欢什么？我们去买些。不用了，我们导师不会收受贿赂的。陆毅无奈地敲了一下子金夏的头，吐槽道，傻丫头，拜访导师哪里有两手空空的道理，真不知道你这些年是怎么混下来的。哎，还真是仇人。虽是吐槽，可语气间却充满了宠溺。金夏从未见过这样子的陆毅，一时间让他有些不适，脸微微泛红，垂着头弱弱地说了句，他喜欢喝茶。那你师母呢？师母喜欢养花。走吧，我们先去买茶再去买花。见金夏吞吞吐吐，陆毅笑着调侃，放心吧，这点礼品不算贿赂你导师。知道了。两人拿着礼物来到了导师的世外桃源。这是一座郊区的小别墅，二层小楼，还未等走进院子内，香气便扑面而来，一猜院子内便种满了各种各样的花。陆毅和金夏刚刚下车，导师和师母便出门迎接。金夏加快了速度，赶到导师面前，恭敬地唤着，导师，师母。陆毅拎着礼物，跟在金夏的身后，随着他一同打招呼，老师，师母。导师一脸慈爱地说着，夏夏，快进屋，正好陪我下一盘棋。师母笑着捧场，你都不知道呀，他知道你要来，一晚上都没睡好，就想着和你一决高下呢。随后他又瞥了一眼陆毅，问道，这就是你的哥哥？金夏点头介绍，是的，这是我哥哥陆毅。陆毅将礼物放在了一只手上，与导师师母纷纷握手。师母笑着道，你们来便来吧，怎么还买这么贵重的礼物？说罢便将两人往屋内领去。众人寒暄片刻，导师便将金夏叫到书房去下棋，徒留师母和陆毅两人。师母是又切水果又拿干果的，叫陆毅不要见外，全当自己的家。陆毅本就是一个健谈之人，两人聊得还算畅快。只听见师母意味深长地问着，你不仅仅是他哥哥吧？陆毅笑着问道，师母为何这样问？你看他的眼神不够清白，不似哥哥那般光明磊落。陆毅把玩着手中的茶杯，回了句模棱两可的话，师母眼光果然是锐利。师母笑着道，夏夏这孩子是一个小天才。天才吗？难免感情迟钝些，你可要多担当。师母放心，我会等他成长，那可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建议你还是主动些为好。谢谢师母指点迷津。两人默默地碰了碰茶杯，心照不宣地品尝起茶来。